好，那个人生五部曲呢是什么？哈，从你看哈、哦，有相思树嘛？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我把这些树的话，有相思树嘛，有合欢嘛，离合欢，然后有苦恋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有无患子。然后呢，好这个，然后会有懒人树。所以你把这五种呢，人生五部曲，把它组合一下，看看。来，才女，快点。没吃过。没吃过，我要你人生五步还没不错。看看你现在走到第几步了？你没吃过苦啦，不会在这里。你现在就只能已经过无患子洗发精，无患子洗发精，下一个议题可以。对哦，我现在要把这五种植物呢，你现在，哎呀，你现在太年轻了，要那种历尽沧桑的才可以感受到的。人生五步曲，对不对？很确定最后一个你是男的吗？啊，男的，有没有？结婚前都很勤快，对。哦，结婚以后怎么样？就是 couch potato。然后呢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刚开始呢，就是相思嘛，两个男女嘛，是不是相思？哦，会陷入苦恋。哦，然后呢，后来就合欢了，结婚了，然后无患子嘛。哦，所以呢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最后都有以后呢，就是懒人了。